一个观点是咱们马家辉，我们香港的一个作家 啊，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烂片是必须要有的。他说你看香港电影，那当然咱也不能说王晶拍的都是烂片哈，但是香港人他就那么说，他正是因为有王晶拍的这么多的这个你们认为的烂片，他才滋养出了几个一代宗师啊，或者是什么谁呀、滋养出一些好的。你即便是好莱坞这一年生产的片子，80%-90%，也可以叫做烂片吧。是的。所以说对这个烂片烂剧，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像土壤一样正常的一个现象呢？是，这个是正常的，一定是烂片是多数。但是不正常的是有一些烂片呢被包装成好片。我是有这个嗅觉很敏感。一闻我是我就知道这是烂片，我不去看。但是如果是你怎么闻，你教教我。有些戏是对，有几个演员他只要出现，他就是烂片啊。能说吗？能说吗？能说的那些。对，我觉得是，我一直有一个公式嘛。我说这个只要出现小鲜肉，小鲜肉演员靠小鲜肉的颜值来卖的，这个戏一定是烂剧。你去注意，只要是。他如果是一个搭子搭在里边的，有一个好演员哎搭着他，他是配没问题。你比如说老炮没问题。你旁边搭多少小鲜肉没关系，因为主演是冯小刚，是吧？这些你去看这个，但是主演是小鲜肉，靠他卖这个戏。如果他再搭上大 IP， 我有一个模式，大 IP 加小鲜肉。这个一个模式，这模式一再是，但这个现在很火啊，这种模式。但你看哪个成功了没有？但电视剧很红啊。电视剧一塌糊涂红的。电视剧我就要说，电视剧跟电影还是有些区别，就是电视剧是叫我们叫 to B 的，那个叫 to C 的电影。怎么解释 ？To C 呢，就是 B to C 呢，是一张一张卖电视台。对，你那个电视剧是卖给机构。电影是卖给一张一张的票，卖给一个一个的人，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你操纵不了，很难控制。你要操纵他，你就得花钱，就比如说票补，真金白银你得掏。但是电视剧搞定人，是吧？哪怕网剧搞定人，说白了是这样。那么你何以搞定？人家也要向领导有交代，你就告诉他有大 IP， 有小鲜肉，小鲜肉为什么可以卖钱？因为它有流量，它可以兑换成多少个观众看。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没有人谈到剧本，就是故事内容，它就一定是烂片啊！这就编剧协会的。也是。我听说现在的卖片的模式就是你的主要男女演员是谁，故事大概是什么，然后基本上就能定出大概的价钱了。他刚才说的票补，我有点感觉哈。其实我也是在，就是不知道看什么时候就说哪个电影卖得好啊？对，这不就票补起作用了吗？对，他票房排前头，我就去看看呗。那反正这真碰上过就特恶心的电影，特别恶心。所以这就是这个烂片高票房的这个问题。是。这问题你怎么解释？烂片啊高票房，其实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观众。这其实是冯小刚有一个论点啊，遭到很多人痛骂，就是说他说是因为有垃圾观众。当然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偏激的啊，就是说他翻译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很多观众的趣味确实还是可能更适合看烂片。对，所以烂片不应该当成个贬义词。是，它是跟你的整个的大众的欣赏趣味是有关系的。就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收视率，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收视率被操纵了，然后呢我们就研究说，哎，这几个戏为什么收视率都高，我们怎么努力超过它。后来研究了一阵以后，我说我发现了，我们确实比较难找它这些戏的那股劲儿，就是它要有一种，你要找到那个劲儿，你的戏收视率一定高，就是要有一种傻逼感。就是找着了啊，就是而且你要创作者是真心的，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感觉里边去，你塑造出来的哎那个戏，就他一定受益。你还不能说我瞧不起你观众，我是有点勉强给你们写这个啊，你不就是爱看这个？哎，这不行，你得全身心的，就你得认可他，你得同意他，你是那个价值体系里装傻充愣，对。
何里。因为现在我就发现啊，他有时候一环套一环呢、啊、真的容易。我那天跟一个广告客户就聊，我说你看实际上呢谁关心最终的真相，比方说做节目的人，投了钱的人，光机我这节目那个要收视率吧，哎，那这个收视率咱是不是可以做一做，要口碑吧，口碑也可以做一做。实际上对于客户来说呢，这个广告投放广告客户来说，他也是个经理，他也是个、跟老板要交差，对吧？说你看我也是拿数据说话，我为什么跟这家投放跟这个戏投钱呢？因为你看他这数据，就是今天所谓的数据社会，数据摆着的啊，那他的老板也能认可，否则我又根据什么来定呢？那于是最后就变成谁都没做错。所以这个世界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我现在慢慢就觉得，我觉得王海林提出来的到我脑子里想到的是个哲学问题，是个世界的本质的问题。就是说啊，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在似是而非的活着，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似是而非吧，就哎，有些时候你看中国有句话啊，这个无为有处有还无啊，这个假作真实真亦假，对吧？好，这个声势造起来了，嗯，哎，你说它是造的，它是假的，可是呢，也许真的大家就追看了，就像马爷说的啊，是排名排行榜第一名啊，都去看，那人就是多了，看到你的广告的人也就是多了，你的销售就是上去了，于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建构成了，是，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我是听说有电视台，直接他电视台卫视不是有排名吗？有某家电视台。新的这个 CEO 上了以后就开始买收视，买他们台的，他从来没有人这么干，结果买了一阵以后就不用买了，他还真上去了，哎，他排名排到前头以后他真上去了。对，这种在商业上的这种托很多，嗯，你比如过去那个刚改革开放时候，前门那个商业大街卖鞋的，嗯，每天早上都有15到20个人托冲进去买鞋，然后呢，他买完鞋呢，他到这个上午11、12点就回来就给退了嘛。对，他们是领工资的，但是每天都很认真的去，哎，他后来就变成那个地方真的挺火的，对，天天火着，后来就不用他们了，就自动这托就全就不还真不是托，就后来就没托了嘛。哎，对的，所以那阵儿商业的商托很多嘛。嗯啊，那种商托呢，它还不像这个，就现在就什么酒吧里那种酒托，酒托它比较孙子，就是他喝完了以后，他给你喝那酒不值什么钱，让他算你身上，这种有这种现在打击很重，他那还真没有，就是我买我的鞋，你旁边就是看着，你愿意跟着买就买，中国人的从众心理重啊。其实我甚至现在马爷，我都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当然很多。有知识有文化，包括像这个汪老师这样，他们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人啊，他们就经常这个不满啊，就是现在我们给人民群众提供的都是一些什么精神产品呢、啊、就是很当然有好的啊，有一些比如像北平无战事啊、琅琊榜啊，这都是有口碑的嘛，对，有好的，但是呢确实充斥着很多特烂，他们就感觉特别忧心如焚。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有那么一种观点，就是说，哎，说实在的，您发现没有，像咱们这样的人，嗯，您呢其实不需要这个工业为你生产什么，你明白吗？你的精神生活很丰富，你自个儿在家里就看书，你玩古董，你电视剧不好看你是可以不看的，有时候我看进去了也不会学坏，也不会学坏。其实我有时候真觉得，就是说所谓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比如爱听古典音乐的人，或者有个自己爱好的人，他你还真蒙不着他，他对他来说他也不特别需要这些，有好片子我就去看，你要是遍地烂片我就不看电影了，对吧？我的精神生活有别的去处。但是的确就是这种大量电视台的观众，大量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用户受众，他就需要很多东西来填充他的这个时间呢。那么你说如果最后就说他们挺满意这状况，都有流量了，大多数人就是接受你给他的选择，对啊，他是被动的选择。其实你的整个的文艺创作往哪去，你就带着他往哪去。就是您刚刚说的，像我们这些人不会，对、啊，你想带我们也带不走，对呀、啊，对吧？但是大多数我们忧心忡忡在于这儿。就比如说我最近说到这个，比如说盗墓题材的问题，马老师他收藏古董，马老师盗墓盗墓，但是别人的片子都跟盗墓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你比如说像，我就最近觉得你像老九门这片子。9个盗墓世家
盗墓还世家，这不是这片子就叫盗墓世家啊，就是这老九门说九个盗墓世家的故事，嗯，上来就讲这九个盗墓世家有情有义的故事，哎，就挖坟各种。这种戏呢，现在是我们主流全，特别这一两年，主流的电视台、网络平台，甚至电影，在放这个大量的占据中心位置。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拍，嗯，就这位置不对，是吧？你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公司都在干盗墓，咱一年能拍出几十部盗墓的戏来，我觉得真丢人。我们这么大一国家，真的是。就是我也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个盗墓从在刑法上是7年到10年判刑，然后强奸是7年到10年，盗墓是10年以上无期，甚至这个死刑。我们国家盗墓是有死刑的，这比强奸还重，合在一块儿就是这个会淫会盗，对不对？那我们创作，就马老师他们那一代到我们这代，其实每一代还是有一些传承的。因为我跟周静之老师，我们都还挺熟，他都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创作呀或者什么，会聊，会说这个文化上的这东西啊。他比如说某一个话剧啊，他说我看了，他说我看完就很难过，他说我见过糟践祖宗的，没见过这么兴高采烈糟践自己祖宗的。嗯，所以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再不说就没人说，真的，因为他们这些戏还挣钱，你年轻人看了就觉得，哎，盗墓还挺，还有崇拜那个的。对，他这个盗墓的这个影视剧啊，特多，那一年好多，我看过好像一两部吧。嗯，然后我首先我觉得他那个。盗墓根本就不是盗墓，就是那神也不是，全是胡编乱造。是的。然后那里的好底下都成地下宫殿了，是的。那哪儿，而且都跟魔窟似的。那看完了我也记不住是那个电影是谁写的谁拍的谁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然后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事儿特感兴趣啊，他就是有一个未知嘛，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未知的报复。嗯，赌博啊，谁也赌不过亚洲人。亚洲人谁也赌不过这个中国人，中国人敢把全家都抵上去，过去为什么连老婆孩子都抵在牌桌上，你知道吧，他什么都敢干。那盗墓也是这个，所以这个盗墓呢就自古以来啊，就是很神秘的一个行业。这行业呢，当然你刚才说那什么九代什么的，我是头有点瞎掰啊，对，四十代那个很不光彩的。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流行潮流里啊，我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就是没什么主心骨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比较倒霉都是什么呢？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所有的事儿，哥们都有先见之明，我都知道会那样，但是呢。最后我一定就从了你们了，嗯，对，一定从了之后自己掉沟里，哎，这就是我的宿命，就是什么意思呢？王老师，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比如我听你讲啊，听马爷讲啊，我都觉得哎，跟我是一个价值观的，嗯，我这个价值观呢，但是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啊，嗯，我可能价值观塑造于80年代，嗯，那好比说80年，那我心里是觉得，你比如我要是编剧或者我要是导演。谁都想挣钱，但是呢我有个丢人的标准，这事儿我要干了，我是知道丢人的，当然丢人的事儿我也真干，但是真干我也会跟人承认，心里有数，哎，我说哎扫眉大爷这太丢人了，这最好你别跟人说去，我偷偷让我把这钱挣了，我是知道丢人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啊，我会产生自我怀疑，比如说我就一定是对的吗？还是社会变了，时代变了，难道说今天的这个90后乃至于00后这些孩子们，人家爱看什么？人家爱看偶像明星啊，那么难道说我就有资格去跟人家说，哎，你们这导向不对，对吧？听我的，这才是好的作品。就是我又缺乏这种信心，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我很自信，很自信，就能很断然的就告诉别人，因为是这样的，影视作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的，因为好和坏有标准，喜欢和不喜欢没有标准。哎，我知道什么好还是坏，我要告诉他们，这就是
我做的事情。但是我看见很多人其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呢，它就是一个消磨时间。嗯，他可能也没打算从这影视作品里头得到一些什么。我有时候看这些片子吧，就比如大热剧哈，嗯，我甚至带着一种就看他有什么槽点的这种想法在看，他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我并没有投入剧情，是吧？我就看，哎呀，真傻，哎呀，这演员演成这样，哎呀，这剧情太二了。然后还上微博去看一下啊，就有时候还看一下弹幕，弹幕也在骂，你有时候跟着一起骂也。他其实是一种我工作之余发泄。就是烂片给你的娱乐性可能有的时候还高于好片、哎、不好意思啊，有时候还真是这样的、哎、是是是，特别是看的弹幕一起，大家一起在那吐槽，有时候还挺过瘾的。就是这事儿属于就是说大家看影视剧可能还真不打算从那里头得到些什么养分，比如说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也许他人家可能好的作品可能搞不好真能给人这样的滋养哈、啊，但很多作品可能我们就是消磨一下时间而已。你消磨可以，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国家这类全是这类片子，那就把这个国家的彻底搞烂了，这个心态也搞坏了、嗯、然后社会的价值观一旦发生混乱，每个人都会变得不舒服、嗯、我们今天很多生活中的感觉不舒服是社会价值观的这个改变、嗯、是啊，每个人因为最你比如啊，你排队呢，他前面有加塞儿了，你舒服吗？你不可能心里舒服吗？对对对。那他凭什么加到前头去？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价值观就是我插到前头我快，对对不对？他不管你后面的人吗？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烂片啊，是指我们比较泛泛的，是指影视剧，嗯，是吧？嗯。电影另说，这个电视剧里确实有，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很少完整的看啊，打开电视。我们的红军，你这个描眉画眼就实在让人不能容忍，而且太重了这妆，啊，这妆完全是舞台妆啊，那画的干干净净，他拍行人过草地，那怎么走啊？你实在是让我们心里还那个不能容忍啊，就是。而且有回看一电视拿弹弓子打飞机，我你这个哎，我知道最急，就我看他那个用手榴弹炸飞机哈、啊、我说你们太就不知道你能扔多远了，这手榴弹能扔过，他扔不了多远，而且你往上扔扔不了多高，您还得把它就完全欺负人的这个这种影视剧，我看完了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乐，但是这种东西假设就出现一个，大家一乐过去了。对，你要铺天盖地的都是这种东西，那你肯定对民族的这种，心智有伤害。对不对，哎，是不是？这个我有点感觉了，就是他要是老看这种违反物理学的东西啊，对，他可能就是比如说老百姓观众慢慢把这个习以为常了。这会激发出他们一些浪漫主义的情绪，是吧？对对对，我还看了一个那个，我当年我特别想闹清楚，我看的是什么啊？就是，一男一女拿着两支手枪哈，至少打了四层院子，打好几百人哈。那我先说里头的，那里头人还打着麻将，我说里头人都聋了吗？哎呦，就是他那开枪都违反常识的，这种就是乱打，就是所有人都是撞在子弹上了。那你这种片子真的是啊，我看着当然对我没多大伤害，但是你常年就这种片子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呢就完蛋了，你知道吗？哎，海林呢、啊？你这编剧，你这纪检委，你发现是些什么案例？他，你比如说，我就一直说，你比如说抗日剧啊，抗日剧，你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一个雷剧或者神剧？嗯，它只要出现日本女军官、日本女特务，这就肯定是川岛芳子。不是川岛芳子啊，她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她是满洲人，得分得清，还真是。但是你因为日本里边没有女军官，日军里边就没有。你就首先就违反常识，这老穿的日军制服一女的，好嘛，胸还挺大，然后就是瞄一眼，然后夸夸穿大马靴，这一看就是雷剧啊，这就瞎编的啊。还有这个各种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叫杰克苏、玛丽苏，嗯嗯啊，是吧？现在霸道总裁跟小萝莉类似于这种。玛丽苏呢是网络的一个说法。小女孩儿，想象的自己，我是绿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然后呢，我去我们中学啊，然后我的那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他们家有600多亿，那个男同学呢是国际那个总裁1000多亿，他们都开那个超跑来
啊，什么什么，请我吃肯德基什么的，这个叫玛丽苏，全是就所有都爱我，哎，这个叫玛丽苏，这个玛丽苏模式呢，就进入到我们各个就是电视剧里边了，古装的、穿越的、现实的，然后呢，一般来说这男的是一个霸道总裁啊，男的啊，就是对谁都特厉害、特凶，就是对这女的就是百依百顺。恨不能给他跪下，就是一定会有跪下的戏啊，就是类似，哎，是的，这就是他这俩再搭上，就是这男的这杰克苏，或者说叫玛丽苏，然后这个啊，对，然后这个霸道总裁，他们这一组合，哎，你说这个会不会是一套路？这一套路现在各个戏都是这样，电视剧，哎，会不会影响两性生活呀？就是女生会觉得男的必须都得这么对我才行，是，所以对社会吗？会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你们感觉现在的小姑娘会有这样的变化吗？就是说觉得男孩子都得像电视剧那样对我才叫爱，否则就不是爱。会有这样的变化吗？我觉得因为我们编剧行业影响很大啊。其实各个公司呢，制作公司它有小责编，责编呢负责剧本，就是说。编剧要跟责编谈，我们公司投不投，往下怎么着，剧本怎么改。小责编呢，他们说现在观众都是九零后爱看，所以呢，小责编都是九零后，工资也不高，但是他是跟你剧本说，你这不行啊，就是多大编剧在他们，你这不行啊，你得改啊，要不是九零后我们不喜欢。说为什么？说你这男主角不能看别的女的，从头到尾就爱这女主角一个人。我说那中间要有三角关系，就是我们以前就是那不行。三角关系可以别的女的死乞白赖追他，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现在必须这么写啊，现在就是这样。哎，那这样的话，现在女孩子对自己未来一半的要求很高啊，如果受影响的话哈，如果大家看完这剧以后真的就是受到影响的，不是他们就是说就是因为在生活中做不到，所以你们电视剧你们再不让我们实现一下。那如果能够分得清能够拎得清那也行，要不然他还挺影响生活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现在就觉得看这个就看不清楚啊，就是说咱们过去老说呀，就是有个异化现象，哲学上讲啊，什么事儿发展啊，会变成另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说你现在观看的行为，比如说要照我看，对吧，我不可能看弹幕，我要看弹幕就是先看完这个戏再看一遍弹幕，那我就要看。可是现在你不能不承认，就是说你那个戏烂不烂呢，也不太有所谓了，因为被遮住了。他的戏要烂呢，我就看看词儿，看看弹幕，弹幕好笑我就看弹幕。于是你看，你说他是不是出现了异化？窦老师，弹幕现在也是营销的一部分。说这次你们的戏有没有人做数据？有没有人去做弹幕？这是由制作公司投入，要有人去专门做弹幕。哦，弹幕都是做的，有很多是这样的了，这叫做带节奏。现在有啊，对，现在有一个行业内有一个话叫裸播，裸播就是你这个剧就跟以前一样，电视剧，我把电视剧卖给你了，我就不管了，我也不买数据，我也不买口碑营销，我也不做弹幕，这叫裸播。我的天哪！哎呦，我觉得这个现在让我觉得有点危机感了。他这么一说，就是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大众传播学，老师讲过啊，就说有两种理论，就一种理论呢大概叫魔术子弹论。这个魔术子弹论呢就是认为啊，就说人都是傻的，观众都是完全被动的，就是就像魔术子弹，就是发射给你什么你就接收什么，发射给你什么你就接收什么。当时我们还认为啊，这种思想是简单的，我们倾向于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观众也会做出反应啊，观众不喜欢的观众会反对啊，从而影响创作呀。可是现在你讲的很多现象让我老想起这个魔术子弹说，就是说也有可能不知不觉间呢，大面积的人群就是接受了，这就视之为常了呀。那就是他就包括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我说很多现象就改变了呢？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小鲜肉，那么它是一个粉丝崇拜的现象，那么某种程度上你说它是个戏啊，这又出现了异化，就是你不如说呀，我们就是想看看我们的偶像，他演得好，或者你们说的那个演技啊、剧本啊、思想啊，我们看看他行吗？那不外乎就是通过电影看，还是通过粉丝见面会看，
就这事儿我们去的是这一路了。嗯，但是呢，像我们的这种创作者就觉得你伤害了，就这种异化伤害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是这意思吧？是啊，你不，那你找我写剧本干嘛呢？就是他就出来亮亮块就行了 ，PPT 电视剧吗？没有，还有 PPT 电视剧？对对，就是他们就摆各种造型就行了，就可以拍的美美的就行了。然后呢，您还玩命让我们这个剧本这么改那么改，还是不能看别的女的一眼，这么费劲，我们叫包饺子喂猪嘛。就是你就是，既然你就爱看这个，就早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不就完了吗？我碰到过一个事儿是什么？演员小鲜肉或者什么的女演员在那儿演，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新闻，说某个剧组的女演员，别的组的，我认为是这个说词儿背不下来，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时候我就拍桌子，我很生气，我在剧组里。我说这种女演员要敢在我的戏里面这么演，我就敢台词写一二三四，你得照给钱，因为他收钱了，人家导演秘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演员跟我说：“哥，那个咱现在这戏女主演就天天就这么演，她是老板的女朋友，女一号。”我说啊，那算了，这回算了，那咋办呢？她老公是老板。我这个听这个，因为认识一些演员嘛，演员都就能认识我的年龄都偏大。他给我讲哈，就讲说现在演员啊，年轻的啊，不做功课也就罢了。来了以后呢，说什么戏，什么情绪，说是悲哀还是高兴，然后什么台词儿，台词没看着，看两眼说行，然后提词儿。旁边有个提词的，提词呢，他说我听的是都是叠音，就是他这个那一个提词的，他要还说一遍，他跟他有时间差嘛。我爱你，我爱你。哎，对。然后说我这就别扭，说我这个好，我跟你对着戏的那所有的声音都是叠着过来的，立体声。那火的也不行，那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现在都是大家最后就变成所有人都放弃理想。就放弃梦想，放弃职业操守，就是说我对付完今天我走人了，以后这种剧组我也不来了，就都这态度嘛。对，所以有些非常厉害，用替身，大量用替身以后，那我们知道就是有演员就是让他跟一麻袋演，他光把那个他得是把对手给摔倒在地，然后指着他骂吗？他指着骂的时候呢，这就没人了，就有一麻袋。这个演员始终就没来，他先是摔了一个替身，然后指着一麻袋说演十分钟戏，哗哗说到最后这演员都哭了，说我没跟麻袋演过。这能练成演技派，对，这能练成演技派。但是我也听说有制片人呢，他们会随时的就是沟通，就他们会内部通气，说我这回用了哪个演员真的不行，比如说我这回用了一个女演员，她每天晚上都出去玩，然后呢到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就来拍戏的时候，然后都要问今天拍什么，然后呢就说自己肚子疼，回自己的车上开始背台词，她还背台词，但是她不管前后是啥，因为她来不及啊，来不及做功课，她到了演她就怎么演呢，她就一个表情演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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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词儿，因为你无所谓啊，这样的话你前面剧情是啥，后面剧情是啥，他都能接上啊，而且他的粉丝会自我想象说，你看他这个演法是吧，很有对吧，很有深度啊，他那个不形于色啊，对，这样就是然后，但制片人是知道的呀，就说这个人不能用，他们几个制片人，大制片人下面他们也会沟通，也不是说因为制片人现在很可怜。哦，真的吗？因为我们说没有用是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制片人出来说，我觉得他们被欺负成这样了，是我一个编剧老出来说，这要我说买收视率的事儿，这个钱是你的利润，这钱应该是你腰包里的钱，你给逼着给掏出来买。上一次就有一个制片人就是这样，然后他夸说他收视率低，夸要把他的剧给撤下来，然后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知道他很难过。我说这个时代啊，我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啊，我也很满足。你看所有人都买，啊，你呢，能够坚持不买，对吧？撤档也不买。他说兄弟，我买了，我买错了。说这玩意儿还有卖假货的。